同长期水土面长空嘅病人死神，喺家庭冇就创造因素一啲动态嘅挑战。一般来讲，亚红社爱两三年强下做，用过一点钟漳州的完成。推动生物医院去年发出多重转的保健洗浴贴，本偏方同年代的素材，就做的洗身，唔是按你搬来搬去，看唔会出伤，咪提升你偏方生发的品质。长期衰啲面长康嘅病人，一样系四神症结，亦即系家属，亦系肌肤结，最太困难。无论系要洗到四神房，亦系用贴片作为四神嘅面长，都会增加照顾嘅人，然后不然照顾嘅人出伤嘅风险。一时知道呢度病人冇办法当日都四神，太重了啦，很辛苦，很累啊，那种的，因为。会伤到，我们会伤到我们的腰啊、手背啊，会痛。不因为这个个案的身材可能身形较重一点，所以我们抱下来也有可能会有受伤的情形。最后再调查，出生照顾人身体无伤快的年纪，体格最特殊并照顾人自身，对脾气最无满意的也是先生的面长。故说主要的做重症服务的推动生物医院，然后台湾技能部创伤的合作，研发的防水透气的保洁贴。这套保洁贴，谈啲偏硬的面长康，制作一啲笨蛋的面长康洗身。过去个套澳洲水物贴出走了，也系温新的保洁贴。保洁贴也系面长单，有当好嘅透气功能。偏硬衰啲蛋糕也当心安，就算啲面长康偶是偶热，也做了当地批的清洁，更受出面。我在上面有上厕所的话，它就不会像床单一样，它会渗到这个海绵体。那这个就很容易会有异味。在搭原来的床啊，原来的垫子上，用很轻松的一个人力，就可以很快的达到了清洁的这个目的哈。台东生物医院强调，新推出的保洁贴唔但将做到本，所以面长康的人增加53%的舒适，也做到本照顾人减少正业伤害，然后做些时间。有经济困难的家庭，也做到申请公部门的补贴补助。本四十唔爱过按困难，下个新闻层面同唔同？